仗义土地引杀机，用刃刀砍地，闹僵外役王。警方拉起封锁线，男子倒在路中央，怎没想不到他竟被自己的亲哥哥砍到横死街头。因为兄弟啊，为着财产、土地啥种种的问题，所以已经这代志关注不了。为了上亿祖产杀红了眼，里长说何姓兄弟党最近一次吵架是弟弟不满哥哥在祖传农地上耕作，份额把菜通通砍死，兄弟日积月累的不满在今天爆发，哥哥抓了菜刀边骂边追杀，横砍弟弟20多刀，砍到脑浆都溢出之后落跑。要酱料就这个吊销厂，还有斜对面有一个那个养锦鲤鱼的一个渔场，后来因为吵闹翻了，那关系非常不好的。上亿祖产不知是福还是祸，兄弟为钱闹到出人命，值得吗？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